小草屯屯河里的南市福德寺香火真旺，为着要让更加侪人了解到伊的历史，庙方特别来设置着石碑来记录，而且正式来成立着功德会，特别举办庆祝的活动。由庙方人员带贵宾向土地公虔诚的参拜，这本来是平埔族北斗社的土地，清朝时汉人开始开垦，这早期敢那三块石板，后边有一丛青啊树，后来由地方协助起庙的。那我们也很尊重地方的信仰，所以也当地协调，那也跟类似公务寡杯了哈，啊土地公伊就讲要搞那位徛他们家了。这除了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以外，也兼顾休闲散步的功能。从过去到现在，这边的土地都受到土地公的庇佑，那也希望这边土地公能带给我们更多的保佑。这样庙方也趁这个机会正式成立功德会，希望讲发挥土地公的精神，加强照顾村下来较弱势乡亲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